好，首先我们擦上颜料哈，再擦第二层。擦第三层，好，等它颜色干了以后，我们再继续。接下来我们要点蜡烛，要滴蜡哈，点蜡烛。好，注意看怎么滴哈。好，滴蜡烛你可以随便给它滴哈。好，要拿这样滴也可以，让它给它滴哈，不要滴到手哈。让它尽量不规则哈，它尽量那点大大小点拢袂要紧，啊滴啊位置平滴好流落来袂紧滴落哈，那滴拢袂要紧哈。不规则，滴差不多就好啊，过来咱过来上一层黑色的黑色的这黑色爱要给恁等下爱家己来擦规定纸拢甲擦乌的，拢甲擦到满拢擦到满擦到脚擦到脚，规定做拢擦到脚擦到满起来咱拢擦到满规张纸擦到满会变安尼擦到满咱等下打等下打，我们熨斗将迄蜡甲除掉咱过来就是要将这蜡甲除掉咱就用这熨斗烧这烧了这熨斗甲将迄蜡甲除掉咱来用纸纸甲盖呢。啊甲除诶，将迄肉甲除掉甲融化将这肉甲融化掉来看成果你看一下，还有水无？这个是咱今仔要做的这成果起来这张，还有水无？